阳光好大哦，记得阳光，没错。我们要去哪边？要去吃午餐，空气是冰的，手手好冷。那包成这样子。说这一家人每次找一千万，像是30几。40，哇塞！我们应该也要喝一下。他们的路都是这样子，斜斜又斜斜。哦，又真的很斜斜。刚出来实在太冷了，只买了围巾，不是买了围巾，就跑回去拿围巾了，还有手套。冷死了！后面那个人看起来。根本没变，打出的鸽子都一样肥耶。右转的韩文 ，turn left, turn right。右边是 orange。orange。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念对。哦，这里开始有东西可以买了耶，那家可以逛鞋子 ，folder， 然后，对。但得吃完饭才能喝。哦，这个毛毛才9900哎，要买花吗，小姐？可是瑞卡，烤肠，我们要去吃那个谁华霞吃过的烤肠，耶、yeah!。上这个，还有这个等一下沾，这好酷哦，太多东西了，这像肉松，这是什么？感觉有一些是比较脆的，这个感觉比较脆。嗯。然后有一个是好好咬，跟肉一样。我们刚刚偷看店员喝什么饮料，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叫做某。我
卡。然后这一杯，这杯是什么？拿铁。好冷哦，还是得喝冰的，入境随俗。看不到。可是咖啡很浓，这不知道是什么哎。核桃蛋糕好可爱哦，核桃的，二合一的，二合一的。餐吧，野餐。那核桃真的有核桃吗？嗯，这核桃的比较好吃。嗯，那真的有核桃。但是可惜是它都凉掉。而且蛮甜的，嗯，嗯，好吃的。那么黑，一定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哦，那倒是真的了。然后一共都这次，还有半杯的冰块。可是他们的不都这样吗？对啊，而且也不会调冰块，完全不会。鸡片，那有没有？嗯，有没有？我错了。他们现在流行的感觉就是这样，刷色刷得很特别这样，然后像这个刷是偏黄的，然后这偏粉的，偏黄的感觉现在就是很流行。这家是卖29,000，29,000是多少钱？麻烦您。这件好看，给马克试衣服咯。那件橘色的也好看。我们在这一家逛了2个小时，有点烫的。嗯，买了很多东西呢。我去，好温暖，铁蛋棒，铁蛋棒，是我吃，都是他吃。吃起来怎么样？好吃。蛋糕，然后就是起司。它里面有包东西吗？有一颗蛋，没有熟。这个人全部都他提，我身上空空的。哈哈，我回去要请他吃饭了。哦，这是晚上的红蛋，这是晚上的马克，快不见的那种。哎，这个感觉也很漂亮。超多排碟机店，我觉得大概十几间，就是可能每5间就有1间吧。
现在要去，好多这种哦。哦，露露，没有啦，欧鲁。啊，这个好漂亮哦！我觉得它好像很多这种店，就是会有一些草，然后灯光黄黄的那样子的感觉。现在的天气是几度啊？大概零度吧。零度？真假的？对啊。哦，好像很多很多人，好多人哦。All this pressure in my vessel, so I pop. Got me thinking about being what I'm not. Got me questioning my dreams. Do I even got a shot? God done left me on scene when I asked him for the plot.Indecision steady creeping in the daily thoughts. All my voices steady ringing, screaming, you a fraud. Just for peace of mind, I pay a deadly cost. Who really praying? All they saying is you gotta be strong. Where is the part of me who still believes these days it's hard to see? No, I can't see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Against all odds, oh, could you be strong?Pretty lies, but I let my ugly hide. Between the lines, must be where the truth reside. Me and Lady Luck broke up a couple years ago. She was pointing out my flaws, didn't wanna hear it though. Bruised ego, still trying to play the hero. Brushing off criticism with sentiments of what does she know? Deep inside. 我们要跟拍片机电来了。金属的哎、嗯，吃了好多东西，花了好多钱啊、哦！第几天？你自己说。才第二天。花多少钱？已经破产了。听说这啊啊啊，逛一下好不好？嗯，好。耶、yeah ，这是文创的那种小物。这是我 iPad 的套子。就是很多这个贴纸，好可爱！这个头的好可爱哦，甚至还有刷杯，超可爱。刷杯很贵，也要500块左右。毛巾也很可爱，还有一个中指，那个中指人也很可爱。这里的钱。
这才600块，然后这400多块。这感觉在台湾买都没有1000。就是文创有牌子的文创奶超贵。这两个滑鼠垫都很可爱，这个有这个哎。没有，你们还在走，还在走，现在几点？9:41，还在走。走了12273步，我们都走了，然后昨天走了13000步，但是在前一天呢，830。我现在要去买今天的宵夜，是猪脚。开心。是大家最爱吃的。它上面有什么？有超多的蒜头。等一下再过来，等我一下，现在有点混乱。你想吃点菜吗？哇！我就先这样了吧。好啊。就是我把它先弄出来。嗯。这个说是炸猪蹄吗？它是炸过吗？炸过，炸过。哦。然后旁边那个，我觉得那个蒜干经由我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一口品尝，就是稍微的一抿，我认为它应该是蒜头加洋葱。加洋葱，我懂的。那旁边这看起来像是那种，我们还有左边的薯泥，我有冰淇淋，荞麦面的东西。哦。OK。